目也是叫生老病死老高的好朋友，大家好。起世界，起生命，国际小榜金票赛，人人中花金。哇！介下大家看到的是，我呢个起生命个亚球个比赛，今日去到第十一届咧。哦，所以今日好好咯，大家都了解一下，非常个热血哦，大家都分享啲点解，里边其实系呢个哦，你历史中家荣耀师母分享。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徐生明棒球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谢荣耀，欢迎师母，太开心了，天天绕墙给你给充满历史重义，您太过分享。大家好，我是中医呢，今年清风起来都福气来，希望大家福气满满。耶、yeah, ，哇，从泰国青梅共发有冇？希望大家福气满满这样子。对对对。哇，今年了啊，大家都少解释，系你大家都当地吼已经十年过后，该提十一年该七十米亚球比赛，走到第十一年，夯到提十一年，师母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可思议耶，因为去年师母也来，就说啊，今年十年十全十美。明年我们就看缘分了，然后我跟师母也算是一期一会，一年就这么见一次面，真的太开心了。今年 DRV 我们就正式的再跟大家分享，我们要进入第十一届了，对不对？对，十一届在很多的贵人牵扯之下，那让十一届能够在呈现徐生明国际少棒赛，对这个因缘际会，其实我还蛮感谢协助我的所有的贵人们。那我先要讲说，因为在彰化这个起点，是因为谢典林议长他舍不得说徐生明的少棒锦标赛就在十届做一个总结。对对对，那在多方联系之下见了面啊，就想说，哎，那我们跟李监事开会，是不是可以走出不一样的杯赛的形态？是是是，对对对。说实在话，我们要每一年办这样的比赛，然后一个协会要营运，我们当然知道预算资金很重要，对。所以今天可以走到第十一届，就像师母讲的，其实是很多贵人相助，就中间有很多温暖的手伸出来协助，所以我们才走到第十一。不过今年看某空用哈，因为以前啊，我们都是在民农嘛，对不对？然后在第十届是因为场地的修整的问题，比如说移到狗熊。不过今年很不一样，我们特别到了彰化永靖这个地方，一开始泰卡就会知道，哎。为什么是彰化？为什么是永靖这个地方？对不对？对，就是这个，就让我们李那个总裁多来共一台讲一下。冇啦，因为未来到彰化都像师母头头讲的吼，因为有一个女中、请女中的天数，还有青岛永靖的天数啦吼。啊，人我如何讲？其实闽南社邦协会吼，一次以来拢是天数偏向。吼，啊，也个分，那恁偏向较无机会的，也个演示吼，有机会来，有比赛，有文艺啊，有小朋友可以来参加。那所以有地方的人士来天数啊，加上那恁本来协会都安尼相反吼，那我先到来彰化，啊，那我有咧。地位都在讲，彰化嘛，迄个青岛客家乡亲，迄个蔬菜啦，吼，所以有伊个无共用的意义存在。真紧有青岛隐性嘅客家人，对对对。好，今摆去到几片嘅时节，大嘴姑说：“啊，阿咩客家人，阿咩客家人。”好，而且我觉得这个钟大哥讲到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概念，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某共的县市，他也许永远都没有办这种棒球比赛的机会，对不对？是不是应该？我觉得如果这是一个这么难能可贵的事情啊，我们就移师到那里，然后我们等于是我们，我觉得深度我有了，然后我们扩展我们的广度。是的，对，所以今年来到彰化，我觉得好特别，然后我觉得也很开心，而且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化学反应啊。对，不是说今年跟 slogan， 每一年的 slogan 都好有意思，今年跟 slogan 念起来很简单，很好记，对不对？
彰化十一十一城美 slogan 是咩总台搞上的？系啊，也今年的 slogan 拢系爱上的。好厉害哦！每年都是要。冲个人 T 八街吼 ，T 八街因为有一个刘桂燕先生吼，来分一个重新雄梯，先一笔都来一个迄其中吼，伊闽南少帮生源计划里边 T 街先生来入到。参加棒球队里面吼，所以可能 T 八街 slogan 都会有个蝴蝶展翅，梦想起飞，对，好梦想起飞啦吼，学法都会用一个单一，吼梦想起笔，吼啊 T 九街因为刘俊豪刘也嘛入来出棒啊，有个因为疫情的关系慢慢的他个乡村疫情吼，可以恢复安尼正常的生活，阿嘛希望也着这朋友可以训练来加强人的球技吼，所以他个韩国疫情以后吼，可以逢源再起啊吼，所以爱都想讲淬炼精进，逢源再起是吼，阿 Q 年踢生源，阿一个 B 岁攀的生源呢，下飞生源呢有一些成绩啦吼，所以阿人都生源有赏。好，啊！要失眠以后冲师母讲诶，每天有失眠机啊，好啊，所以，但是呢，希望也着大哥也个比赛诶，小朋友哈，有一个经验面对人诶人生，所以我都想讲，不管系先输啊，系讲阿人协会拢爱仰向未来，好啊，今年是因为彰化十一十一成美，好多师母有讲到哈，体咧最简单诶，都本他家己讲。T 十一个蝶种花，海蝶种花，所以 T 一个种花十一啦，啊十一神秘，是因为十一神秘，因为师母头都嘛讲，请到朋友来听书，啊来成就一种好事，啊所以讲是神秘，啊那我咧都喺电脑个讲到，啊今年又安排一个小朋友来到神秘的一个文化园区哈，来参观，所以嘛，迄个好事啊，所以就彰化十一十一城美。真的，钟大哥介绍这个每一年的 slogan 都背得好熟哦，都没有忘记。所以我们都要委托。你等一下，杨你。听我那公公吼，记性较好啦。糟糕，黑公钟大哥按我讲，我就不太会接话，因为这应该是。我觉得是脑袋里面的东西真的是偷都偷不走。是啊，你要听起来就会知道啊，勾稀有轻的我们播种了，有没有？包括刚很多的球员梦想起飞，然后播种了。那现在其实我觉得长大了，长大到了第十一届，不知道会有，不知道有没有 ？Q 年就会按有，五迪有没有啊？今年有了，我觉得中间有很多温暖的手，所以成就了这件美事，所以十一成美嘛，就会按个杠钩。啊，总泰国有共东也会去。好像会逛那个成美文化园区，哎，要买意思的意思就是讲，其实每一年不是只是必收一听听，我们会有好多周边的延伸，所以很多民众也直接共识才发，最重要就是要拔萝卜嘛，对不对？会有萝卜干呀，就按钮个东西嘛，黑某就会有油纸伞嘛，对不对？让小朋友参与体验，对不对？那我们就想说，那到了彰化要做什么呢？这个也是 我思考非常久的事情哦。那我是觉得说，每一个地方的文化一定是有它的特色所在。那彰化我们的开闭幕都在永靖，永靖球场。那这个真的也是需要谢谢魏全的创办人。那他的家乡也刚好在永靖，那也是算是成就了这一桩十一届的美事。那刚好成美文化堂就在永靖的旁边，所以我们就会让小朋友做一个延续，就是接待外国来的韩国的小朋友去做，也去全体的32队是参观成美文化。大概有多少人？你懂你？一队20个人来算的话，我们有32队，快要1000了。对，哇，对。那去广大他们会有导览，那韩国的小朋友就做罗捻香的一个特色的东西，对，像是香包按用的东西，也算是真的文化体验，然后又可以逛一个，还有昨天看到按江的一个园区，那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建筑，有些也是有点闽客混合，对，让小朋友去看一下。
他的就是父子辈在上去的阿祖那祖父辈，对，祖父辈那个他以前农村的生活是怎么生，是怎么样，是，对对对，在甘苦的环境里面，那怎么延续所有的子孙们，那就是用什么方式？是，你看哦，勾稀黑贡，可能是看怎么样拔萝卜啊，对不对？然后体验油纸伞啊，我们讲经验，其实很文化之旅，对不对？文化。哎，其实带讲很文化之旅，婷婷哦，礼拜除了安永改法团，我们当然也有棒球教室，是的。这个等一下一定要好好来聊一下，因为这个好重要。还有一点哈，哇，记得我是都摩琼改，哎，你讲盘桌系嘛个东西，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常常来分享。东方一走的绕墙道，哎，你改师母，还有哎，你改啊，众台高那道节目地图，然后台高的小改，哇，我们马上就要开档，杨必衰的快洗改，提起洗改改，七岁敏感亚 Q 必衰，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哈，只要讲到运动赛事，都突然就会很热血，有没有？就会觉得很好看，不管怎么样，就很刺激，很喜欢看场上的这样的一个比赛。Yuki 很声音哎，就是小朋友，你知道那个完全感觉跟感动，喜怒哀乐整个在呈现给你看。对，因为孩子嘛，就会很直接。对，所以团结威力太高又共同哦，我们这次戏都重罚涌进大家提奉哈。那当然我们就想说，小球员除了比赛哈，因为我们会有转播赛事，大家挺出来秀口。不过讲到了小朋友都要走嘛，该去去到游戏哦，陈美文化园区。其实刚刚师母有讲得很棒哈，那个园区很漂亮，非常漂亮。对，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哎，你去逛那个东西是一种文化体验，然后看到那样的一个美，也知道说啊，原来以前祖父辈有安永，有安永的建筑啦，安永的园区可以看。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哎，小朋友还是有体验的，对不对？好，我这个手中有拿出一个这个揉捻香。哎，我刚刚偷闻了一下，这个香味真的是中药的味道。中药没错。对啊，他们说十几种的中药融合，对，融合的那个一个粉啊，去做这个，所以它叫揉捻香。是，然后这个味道真的很浓郁。他说可以辟邪嘛。嗯。然后他们的介绍是辟邪。对，阿娘家他看到的是一个裸体。就是说还没有上色，所以这个小朋友如果有去体验是可以带走的。对对对，这是让他们有那个，但是实在是很抱歉，是没有办法所有的小朋友招待。嗯，哎，那因为再加上因为我们有安排以往十届有的，后面是那个运科的这个东西，小学堂这个东西，那所以我们就。时间上不够，就让那个韩国外国队来参与，让他们留下纪念。黑工和暗武工，那从韩国来小朋友，那好幸运、喔，好幸福哦、喔！冲毛黑毛，他们会自己带一个这个走，而且来比赛，暗雄有纪念。来比赛有好吃，有好体验，有好看，还可以带一个纪念品，而且这是老师傅教的，是的，对不对？你看这上面的彩绘非常的细腻，不说成本也是一贵呀，哈，不说十五公斤，所以只能给国外的小朋友按摇你，哎，你等一下去按摇你哦，有按摇个西单路哈，哎，我觉得有一个 TPA 有意思，就会经验呢，他们会大家一起吃饭。加班的，唔黑吃什么偏懂婷婷，我们会一起好像吃半桌，而且有一道菜非常的特别，师母介绍一下，西乳汤，它就是只有在永靖才有特色菜，对，就是有一点点像那个杂菜，杂菜汤这样子，可是那是一种在永靖他们有办过谢平安哦这个东西，对，他们的节日就是感谢一年来大家辛苦的一个算是
他们在讲是属于在只有永靖有啦、oh. 啊、我们也去理解了一下一些像西周啊、他们的园林那一边，他们说他们没有、欸、就真的只有在永靖。我觉得这个气氛真的很好，泰卡熊坤啊，这个将近900人从某号，那大家在这个赛事因为运动这件事情那个情感的连结会特别摩擦妞、欸、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团队的气氛，是别人没有办法就是他们做不到的，因为我跟你可能不熟，可是我跟你因为打球，我们之间好像会多一个很紧密的连接。然后到了那边，最后还大家一起吃饭，然后跟半桌一样，然后做成80几桌，85，哇，这个听说办那个大庙会，对，所以我们就办在夜市。我们去租夜市的场地，因为办不下去。哇，那个气氛太好了，没有办法。然后吃的那有一些特色菜，对不对？钟大哥那天会一起去吃吗？会啊，一定要。哇，你是催眠啦！师母讲给撸亲有意思，给吹就会催眠。以前农业社会，因为那时候比较贫困，对不对？啊，开个某斯特可以吹就带转衣，然后放在一起煮热就变催眠。当然现在的催眠不是真正的催眠，是特别煮。可是其实师母就太敢讲哎，我觉得也是一种珍惜食物，是的，惜福，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吃平安，对不对？所以太敢这个赛事 Go Hill 一起起我们说起总穷哈，大家聚在一起，对，哇，好棒哦！那种是属于也是算是大家祈福平安、互助平安的意思，那这也是算是大家连接感情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我知道你是哪一队的主将。啊、可能在吃饭的过程里面，他小朋友，我看到最有意思的是小朋友会去煮啊，明天呢好像是那个要对待我们，因为那个要跟我们对战，那个是我们的敌军，是不是？有给感动。他们就会有类似那种，因为我在美浓曾经第二届到第四届，我们也办过半桌，可是那个氛围是相当好的，所以那时候有办过了以后，我是觉得这一次在彰化再来办这个的话。那种感觉让小朋友 去吃那个半桌意义是不太一样，而且应该可以吃很饱，因为小朋友的食量卡牌，他们很快那一桶饭就吃光，很快。对，钟大哥笑得很开怀，就是真的。哎呀，吃饭闹热，他都交朋友。真紧哦，就很容易啊。师母也要共同，我们还这次还是有棒球教室，对，我们还是要诊断一下孩子们的这个整个。我们除了知识的传递，对不对？还是要聊让他们理解怎么样爱惜自己的身体，当一个永续的这个球员。是的，那这个部分我们。棒球教室是一直本来就是一直有的徐生明国际少棒锦标赛的特色，那再加上今年也有运科，跟去年一样，运科它大家的回响蛮大的。是，对 对。不过讲到两台，刚又谈到吼，师母又讲到这个。Hungry Q Run， 所以啊，这个疫情过后，我觉得实在是铁掌掉了，因为你讲是国际比赛，国际赛事就是在讲，哇，我们今年有两支对韩国某一家，因为日本后来回训，他们可能碍于有一些经费的问题，没有办法，太可惜了，他们很难过，他们相当难过。可是韩国队这一边，因为透过很多关系，他们本来要来5队，哇，5队。对他们透过好多关系，他们就说不要造成我的困扰，那他们愿意自行来，不用协会来负担任何的费用。哇，他们要来5队，那我就说没有，对不起，我做不到。哇，对，因为这是我的原则。是，对对，国际赛就是只有2个，因为我协会真的很小，我募款很辛苦，所以就今年就是日本的。那一队，我们就把他把机会名额让给在韩国，因为他们随时那个，所以他们非常的高兴。通知到的时候，晚上就马上立马就马上 mail 给我，师母，这是我们早就准备好的报名的，好像那个演唱会抢票有吗？那师母说走得，然后立刻就回信，他们就马上晚上就马上寄给我，我就说哎，你们没有整理，然后就说我们备而不用。哎呀，不要啊！好感人哦。对对，而且韩国小球员的特色也很不一样，对台湾的孩子们也是不同的学习，对不对？对，他们现在很，我只知道说他们现在2队很期待，非常的期待吃板的，要认识台湾的小朋友，他们很期待。所以，顺天南山这一边的校长要亲自带队来。哇哦！
对，哇哦，校长他就是说他们会有表演节目。啊、所以他们这次会带表演节目来，对，他说要让给台湾的小朋友高兴，所以韩国会表演，啊，我们美容也要表演。我们看十一届的气氛不一样，对不对？我觉得有一种不同的突破感。是的，是的，对不对？有新气象可以干不够，有某种台狗，有人可以干够吗？有啊，有啊，因为本身一个比赛吼，都会是无希望讲我们台湾的选手吼，有得无机会出国比赛吼，哎。可能攀岩的比赛来，也有请日本，也有请韩国的球出来哈。日本本也是，今年有，无在台湾都有打过几所的也感觉啦。那个感觉，对。啊，互相的呼吸哦，因为像韩国伊的球风都比较强悍，嘿，较有力哈。啊，日本都较认真，较优哈。可能都会来呼吸啊，原来看台湾的身。先输是用来打比，所以打球的哈。那总台讲来摸一下，你跟他的分析真情情况。你讲到韩国的时间，较悍，比较漂悍。啊，讲到日本的时候，较优秀、较顶级。哎，你吃到台湾很用诶，台湾，因为你的形容词都说得好好哦。综合呗，我综合，真的有综合，对综合。那棒球吼，迄对日本传过来的，所以俺咧基本上都迄服日本啦哈。较顶级、较优秀。那条油，好，这算是优点，啊、对的。筋、速度啊，油啊，力量也有，啊，还有好多韩国、好多美国安尼，所以安尼去综合呗。听起来觉得我不好意思排谁后，因为你知道自己的球队自己支持，刚刚用唐毅的分析起来，我觉得我们的比较就是很棒，因为我们综合。对啊，综合啊，的确是综合啊。哇，但是我听到的是。这十届下来，我听到的周边的，包括那个，大家互相学习。可是他们综合说，可是台湾的小朋友很爱哭，就是情绪上的表哦，输球马上掉泪那一种的，他们就觉得说，为什么台湾的小朋友那么爱哭？所以呢，我就觉得还蛮好笑的。我说不是爱哭，我们是很感谢，而且很认真，很有责任心，对，然后也很有荣誉感，有比比赛拢想要赢啊，对，都大家都想赢，真的，对，这就是为什么师母公哇，他们就是喜形于。色就全部都表现出来。还有豆豆镜，嘿，还有豆豆镜才该讲谁？你聊下，等下厂长来讲。我愿意再付出。第十届许生明国际少棒锦标赛圆满成功。第十一届许生明国际少棒锦标赛，我们彰化见。耶、yeah, ！哇，刚刚看还是很感动哈。但是我们讲的是彰化见啦，这一次 对，因为第十届刚刚师母会这么的动容，也是因为。那真的就是我们承诺的第十届，哈，刚看的有点感动，对，然后就是你不知道下一步在哪里，那个时候的心情可以按钮，你看到那些球员的表现哈，很感动，然后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好像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不过我觉得更开心的事情是第十一届就在我们现在这里，我们要开打了，就按钮跟心情。那我觉得我们就延续刚刚那个短片好了，恭喜他分享一下去办第十一届跟心情很勇哎，第十一届我现在只能我不敢再有所承诺，因为对我的压力真的比较大。那毕竟岁数也有了，那我就认真的把它做得更加的圆满，那就让它顺顺的走。我觉得，就会我觉得怎么办？我很懂师母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哈，过去的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未来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够压哈黑工，有第十一届，我们就是认真做到我们认为最好，因为我们不知道十二届怎么样。是的 ，UGV 有十二届，我们
我们就是顺顺的走。对，对，我们现在就没有要下什么承诺。可是这也是我自己这几年的一个感觉。那总台狗哎，你的心情很勇哎。嗯，有设备当然好啊，好。还是你要跟师母说，风行人爱会做第十二节。师母会有做，我们都会天数做。嗯，哎，也可以很爱对徐老师承诺过哎。嗯，所以师母会做，我们都做。阿姨还要休息，我们都他来休息。这就是我的理解，是大家相挺我的，但是感动的。我还能告诉公，还无。攀比，所以嘛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因为也个遐非本身都有在做偏向的医疗，我在医生医诊，吼，啊有搞一个食品有营养的知识，吼，所以俺们无攀比，所以俺们还有挺多事情可以做，包括俺们还可以帮忙一个有需要的人，吼，一个奖学金，吼，明年俺们都有攀奖学金。对，我那次到亚加咖啡吼，按当年啊，当年同师母还有一起一会访问师母，我觉得这中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师母做的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不是台卡宽的都给闭嘴听听。我一直觉得师母在推动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比如说球员的营养，是的，对，然后尤其是身体健康的维护，很多孩子们上场比赛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保护自己，其实你觉得这场比赛我一定要比，可是你有可能没有下一场比赛。对，因为你没有照顾好自己的手、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这个是观念哦，不是说啊，哦，就像我们有很多球员要不要开刀哦，我们要不要复健？我觉得这个是走在最前面，就要先做好这件事情。我身有遇到太多的故事，就会好像这一场没打，我人生就怎么样？可是他没有想到这场打了，他就没有下一场。是的，对啊，之前没有去做好啊。我觉得一直在这个 healthy 低度来 condo 很核心的概念，也是师母很永续在推动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这也是当初徐总在的时候，他那时候跟我聊天的时候特别讲的。对，他很想退休，就是要做这个，带着医生跑偏乡。是，对，那时候啊，所以他这一些话我有记在心里，而且我觉得这才是永续的球员的一个发展跟推动。当然，尤其发工啊，生意的限制都会搞，嘿，所以很多观念哦，好的想法对限制都要开始搞，啊，对手棒开始，啊，慢慢的人，越大越大，都越去搞会地位上安尼。真的。好，其实还有动动个题目，然后大家来讲过哈，因为不来多复习来嘞，然后又在就是又不会夹夹讲这个单元。其实刚师母想说，哎呦，那个会不会我不会？我说啊，师母要清健胆呐，都是一些食衣住行娱乐的问题。不过重要的事情，还是在本台个看到每次来宾来不同的面向。你看每次来都是讨论徐生明烧棒赛的主题，今天要问一些莫 Q 用的题目，只有两题啊，很简单，来问一下哈。如果两位要下场去比赛，而不是在旁边办比赛，还共宽比赛，会想要在哪个位置？就是你想要担任什么角色？我的角色吗？对，我的角色有几手？哦，你看，大家都没有想，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游击手其实是一个球打出去的一个。可能过了那个门，可能过了左边，可能过了右边，那让他一个有机动性的那。我的个性，我可能就会属于比较喜欢有走动的，有，这就是师母的挑战跟能量啊！你看他办那么多届，这完全看出他的性格哎，真的，真的，我就是希望说我能去支援这边，能去支援这一边，而不是主宰。我希望我能做一个支援的角色。你看这题目是不是很好？摸一下总台狗，你看那你黑吗？该角色？哎，可能想要做裁判。因为本身安尼，迄做采访棒球的记者嘛，吼，拢说得一口好球嘛，哎，去搞着感受一下，哦，好球坏球，又按好判嘛，又按哎，我考验去搞物主。哎，你看，你要去问某 Q 的面相，你就可以看到这种泰国的个性，对不对？好，那我再问一题哈，亚题就会也是跟打球有关。黑工压他，你是打者哦，没有什么选什么游击手、裁判。黑工你压他是打者，你真的上场了，你知道打者面对的那个结局有很多种嘛，对不对？我不问的，我不问全垒打，来摸那黑你挥棒落空，或者是你接杀出局，你宁愿是哪一种？接杀。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被接杀的话代表说 你那个球有打出去，你有抛出他，你有攻击到，但是是因为被接杀，那可能就是运气的关系。是，对。那你如果 我突然觉得这题目太简单了。那如果 你站着被三振或者怎么样，那就代表你自己没有挥棒，你没有积极，你的个性没有积极。他说出后面的关键字，你没有积极，黑帽。那钟大哥，你会给我不一样答案哦。会。马该。三星。三振。三振的。你看。不一样，我想听为什么？因为好的打者，好的打者哈，伊拢会全力挥棒，好，啊拢会，不管有没有三振，就全力挥棒。啊，可能起盾不是三振，可能不会啦，但是来会打宽啊，打唔多都算嘞，去搞再转去练安尼。哇，两个答案都好有学问在里面哦，但是完全不一样的哲学理念在里面。他会觉得对，而且你看，像刚刚师母就说我要积极，对不对？我要看出有没有积极，然后泰狗就说哦，没关系，我回报，我回去再看呐，我回去再练。你看，完全不一样的哲学态度，哎，好有意思哦。我觉得以后安永可以快问快答，可以出实体啊，可以。也可以用诶。台湾没有不要讲好的呢，没有，因为我不知道你今天有这个要什么，快快说，因为所以不能讲，不能讲。安永在周队看到你们最直接的反应，黑某就太在家里先想好，安永某准某准，好有意思哦。最后一个短短，我们花不就是不是题目哈，我们这次在彰化永靖，其实有青董跟他讲你，总台讲你第一个片跟他讲你，讲的黑某该他加强调哦。嘿嘿，你看，有做功课啦，考不到。永靖的蔬菜吼，青岛呢客人很个好多人，融合的，所以用许好多客。有做功课，最后来，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比赛的资讯。哇，这个太重要了。来，他搞来看哈。嘿，一个。比赛11月25都下礼拜六，好，然后来比赛，然后28冠军争，啊，然后客家电视台，还有客家电视台的个粉丝团，还有 YT 拢会有直播，好，啊，请大家来准时收看。好，我再讲一个，谁老台家的讲吼，你提上面21月28你该你。整天都要看就对了啦，整天都要来关注。黑公台噶又兴起，可以来到球场，我们是竭诚欢迎。是的，对，然后又八个球场而来比赛哦。对对嘛，来吃吃美食，看看比赛，看看风景，对不对？师母要补充吗？就是竭诚的欢迎大家来看不一样的徐生命国际少棒锦标赛。对，而且黑公其实魔法图来到现场给朋友，就像刚才总台够讲的，我们其实也是可以透过直播。是的。然后我觉得在这个直播前面帮球员加油也是一个支持的方式，而且你还可以留言。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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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们的每一个回馈，就像师母讲的，给盘底洗改，每一双温暖的手，每一个贵人，每一个留言，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支持。所以你看，有没有师母啦、中台哥，你看来录影啦、台咖都会奋勇，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其实在这里正式的告诉大家，这体洗改、体洗改、七胜明下 Q 比赛，我们要开打了。对，因为科学打呢，带着热血的心胸，还有力气，安勇改。亚 Q 比赛，非常感谢师母来到这边，谢谢，非常谢谢钟大哥，所以我们现在就球场见，是的，好不好？彰化见，彰化见，好，所有的乡亲朋友，天天哈都在走人头流。好看福气来咧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记得喺度诶，你嘅面书咧添赞哦，还有天然客家甜食嘅 YouTube 频道，也记得留两记人片分享出去哦。